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杨 洋迪丽热巴拍床戏默契十足，杨 洋童年照犹如等比放大。最近热播的《你是我的荣耀》让剧里的乔晶晶于途两人大火，同时扮演者杨 洋迪丽热巴两人也凭借着这部剧一举成为了当下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而作为观众，在观看完一部好的作品之后，有时会想拍摄时的画面与细节究竟是怎样的，而作为青春恋爱偶像都市剧，吻戏与床戏自然是少不了，观众内心有时会想是真的吗？亲吗？怎么拍的等等问题。喜欢看你是我的荣耀的观众相信也非常期待这些花絮的细节，而在该剧热播之后，幕后的拍摄花絮也被送到了观众眼前。这些花絮当中就有杨 洋与迪丽热巴两人拍床戏与吻戏的片段，下面这张图中可以看到迪丽热巴还是有些许紧张的。毕竟吻戏与床戏不同于其他的戏份，这需要肢体亲密的接触，作为一个女生内心紧张也无可厚非，更别说迪丽热巴也是出了名的保守型女生了。在拍摄期间的花絮中，我们可以看到迪丽热巴还是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去完美的用肢体语言表达出那种感觉，躺在那里非常的乖巧，杨 洋也在不停地去示范着给迪丽热巴讲解。我们可以查看迪丽热巴以前的作品中床戏一类的镜头少之又少，可以说基本没有，这次表演也将是迪丽热巴在表演这条道路上的一次重大突破。而迪丽热巴在之后也说，我今天真是一个工具人。在拍摄后面，为了寻找合适的动作，杨 洋把迪丽热巴头下的枕头拿掉扔给了导演，而迪丽热巴也抬起头僵硬在了那里。杨 洋看到之后让迪丽热巴身体放松一点，整个身体紧绷着，那样会很难受，然后顺势伸手搂住了迪丽热巴。可以看出来，作为大帅哥的杨 洋不仅演技精湛，还很会关心体贴人。不过观众看完表示，杨 洋拍戏太有经验了。杨 洋这些年发展的越来越好，也非常受观众喜爱，而吻戏等等等这一类戏份也比迪丽热巴要多得多。在拍摄吻戏的时候，杨 洋还给迪丽热巴介绍到亲一下降一下高度，然后再平躺到床上。虽然很多观众知道戏中是假的，但是真真实实看到这么细节的拍摄画面的时候，还是内心忍不住呼喊，又被荣耀夫妇撒了一波狗粮。两人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CP 感都是满满的，在看过拍摄花絮之后才明白，原来两人的默契度真的十足的高。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是演员的演技投入，而这部剧也因两人专业的演技收获了一众的好评。在线下网友看完作品之后，没有说哪个镜头有亮点或者演员演技等等事情，在你是我的荣耀官方社交账号下方网友的留言，绝大部分全都是网友们的观后感以及心灵励志语句。这不得不说，一部好作品带给观众的也远远不只是茶余饭后打发时间这么简单，更多的是那满满的正能量。一个明星观众的喜爱度越高，人们就越想把这个明星里里外外都了解清楚，而杨 洋也不例外，随后就被网友扒出了童年时的照片。但当网友看完杨 洋童年照的时候，不禁有些感叹基因真强大。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满满的岁月感，但是仔细观看照片中杨 洋的五官，会发现杨 洋这么多年五官的组合与排列没有任何的改变，而唯一改变的可能就是那精致的五官被等比例的放大了。有网友也表示，杨 洋这是出生就赢了，从小一直帅到了现在，不管在娱乐圈还是我们普通人身边，绝大部分人小时候与成年都会有多多少少变化，而看杨 洋的照片对比竟然找不出有那点不一样。凭借着你是我的荣耀，杨 洋与迪丽热巴的演技也再一次得到了网友们的认可，但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再一次看到两人合作继续带给我们更加优质的作品。最后看完的你期待吗？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